大家好，我是白浩年。这期海豚专题的话题是海军。好了，废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正题。赤犬接班人中将鬼蜘蛛。学士在顶上之战，除了差点就忍不住杀死赤犬，以及一拳击走飞马尔科的中将卡普之外，在海军一方表现的，其实是最为可怕的海军中将呢。曾出现在斯巴岛同盟令的五大中将之一鬼蜘蛛，恐怕就是那个当仁不让的存在。因为和其他中将在顶上之战的主要亮眼表现，是被白胡子痛揍，或是韦欧和差点手撕了，藏不住飞所不同的是。中将鬼蜘蛛可是一赌将，顶上之战勇斗三员海军大将的白胡子一队队长马尔科，用海狮手铐铐住的存在。而帮助鬼蜘蛛做到这一点的，自然就是他在战场上犹如蜘蛛一般的捕杀能力。可能很多人到现在都以为鬼蜘蛛用八只手操纵八把刀的能力，是来自他可能拥有的和蜘蛛相关的恶魔果实能力。但其实这一点早在本木切海东专题，我们就已经充分的说明了一番。和 CP9 的尾曲是使用生命归还来操纵体型和毛发的情况一样，鬼蜘蛛像蜘蛛一样灵活的另外一只手臂，其实是他用生命归还能力将他长长的头发变成像蜘蛛脚结合手臂一样灵活的存在。而与鬼蜘蛛能用这种控制头发的生命归还能力，甚至做到在对决中如鬼魅一般用海勒式手铐将超人又强者马尔科铐住的情况来说，他可能就是和246期海东专题我们所忽视讨论的最快的胖子潜在的生命归还大师拉基鲁一样，是来自海军阵营中的一位超强的生命归还能力使用者。只不过以鬼蜘蛛的生命归还能力主要只是用于头发部分的情况来说，他可能就不用像拉基鲁和路飞那样通过大量的进食，或者像拉基那样通过储存年轻时的力量来使用生命归还，而是使用更高效和灵活快速的生命归还能力，用手臂的头发握住八把刀，犹如黑发之鬼蜘蛛般战斗。说到这里，我们其实也就不难发现，这个强大和战绩不俗的八刀流海军剑客，可能也就是相对有段位的一个索隆潜在的海军对手。索隆的阿修罗九刀流碰上鹰派的强烈海军，鬼蜘蛛的八刀流恐怕也就会是不可多得的一场好戏。而说到这里，我们就再来到在本期题目中已经提及到的鬼蜘蛛和他的上级赤犬之间的关联。如果说强大而温柔的中将火烧山是像前元帅战国以及前大将青雉那样的奉行和善亲民正义的各派海军，那在顶上之战海军士气低迷时愿意跪下举荐宣誓要将正义的力量和恐惧共同刻在海贼身上的鬼蜘蛛，自然就是像他的上级赤犬一样是一名奉行绝对正义的强硬鹰派海军，而且可能比赤犬会直接处刑在顶上之战逃跑的海军，以及在中将时期为了不放过任何一个历史学家而开炮炸毁整个平民船甚至要更甚的事，残酷程度不在赤犬之下的中将鬼蜘蛛为了奉行绝对的正义，在执行任务时就算会伤害到自己的部下也会在所不辞。早在斯巴岛出场时，尾田其实就已经将鬼蜘蛛的这种执行正义的残酷非常充分地表现了出来。路飞和路基的战场曾一度从斯巴岛打到了在当时执行同盟令的四号军舰，而一听到两人已经在上面大战并将船体几乎完全破坏后，鬼蜘蛛就立即下令全体军舰炮轰四号军舰。而就在他的部下提醒他四号军舰上还有一千名海军时，鬼蜘蛛就当面给了那名部下一枪并说道，如果由于一瞬间的犹豫导致凶犯逃脱，你们该如何面对未来呢？而从这个果决不讲丝毫情面甚至是可怕的对正义的绝对执行事件来说，海军中将鬼蜘蛛自然也就是那个在海军中将阵营中最有可能将扭曲的绝对正义奉行到底的赤犬接班人。好了，本期内容就是这么多，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我是王源，海豚专题我们下期再见。